好，朋友们，傣族是一个历史悠久、文化灿烂的古老民族。傣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，在生活当中，我们把年轻英俊的小伙子称呼为老多哩，年轻漂亮的姑娘称呼为桑多哩，上了年纪的男士呢称呼为老波头，上了年纪的女士呢称呼为老咪头。下面呢由我们傣腔的两位老多哩为您献上傣族民间传统舞蹈傣全舞。那是傣腔姑娘婀娜多姿的身影聚集在蓝天白云下。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傣族舞蹈版纳的早晨。